В течение трех суток украинский режим предпринял давно обещанное наступление на разных участках фронта, сосредоточив в этих целях больш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техники и живой силы. Мы in order to be able to continue as long as it is, need as it is needed 土地成流域,洪水做武器, and we are quite far away from the dam near 100 kilometers but you can see how quickly the water is coming up also there is a smell of oil, oil engine oil because at least 150 tons of engine oil from the dam подорвать э, ее как-то с фізично, обстрелами, физически, и это нереально. Она была заминована. Заминована самыми российскими оккупантами. И підірвана ним. Сегодня ночью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совершил очередное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о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Был совершен подрыв в сооружении Коковской ГЭС. Противник намерен перебросить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 и технику с херсонского направления 的 We've seen the reports that Russia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explosion at the dam, but we cannot say conclusively what happened at this point. 卫星鸟瞰，俯察大坝决堤，酿平原浩劫。空间视角，透视俄乌战局，反攻进行时。 全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法国作家大仲马说：“谁在一个事件中获益最多，谁就是这个事件的制造者。”好，我们看看今天的话题啊，水坝谁炸的？ 哎，等看完我们整个的节目，你心里就明白了啊。呃，我们先看看这个地面伯河啊，上部分被炸毁的大坝，我们先看它的位置啊。大坝的位置在这个地方，大家关心的啊。另外是赫尔松啊，这是前一段打仗最激烈那个地方，还有扎布罗热核电站在这边啊，也是在俄罗斯控制这边，基本上是以这个河为界啊。 核威界啊，河那面的都是乌克兰控制的，和这面的呢都是啊俄罗斯控制的啊。这就是炸坝以后啊，整个这个坝塌了以后的情况。你看，这就是六月六号啊最新的画面。这这谁发的呢？这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的啊。他说：“大家看看这个坝啊，决堤了！哎呀，不是决堤，炸了啊。”他说怎么炸的呢？他说机房埋了炸弹是。 俄罗斯在机房里面埋了炸弹炸的，但也有人说呢，看到现场有火光，如果是火光的就不是机房爆炸，而是外来的爆炸。那外来的爆炸有可能就是导弹的袭击啊。我们再看这个画面，这是从上游啊，注意啊，这是水库，水库向下走呢有两个啊裂口，但这个裂口呢看来是后面裂的，这个是前面裂的。 这面是哪儿呢？这个是左岸，记住啊，左岸右岸怎么分呢？我给大家讲过，左岸右岸的分法是从上游往下游看，上游往下游看，你看的左边这就是左岸，你看的右边就右岸。现在的右岸是乌克兰控制的，现在的左岸啊，基本上是俄罗斯控制的啊，这就是左岸右岸。 我们这是从这个下面照的一张相啊，这是这是哪个岸呢？大家还记得吗？能看出来吗？这是水流的方向，那肯定这是水坝的下面，这就是左岸，这面是俄罗斯控制的，所以这个相片呢是从俄罗斯控制的地方啊照过的相片。另外我们看看啊，这个地方当时发生了什么情况？有没有战争呢？有，注意啊，有火点的就是有冲突的地方啊，有冲突的地方。 有冲突的地方，有冲突的地方，冲突的地方。那么这就是啊，这个河啊，这是坝炸的地以后的情况。那么冲突在这面的，证明这都是乌克兰渗透过来的；冲突在这面呢，是俄军渗透的。所以这个军队的渗透的冲突啊，两岸都有。所以呢，现在还看不出来谁啊受害更多啊，当然农田都受害了。 我们现在看这个水电站啊，受损位置啊，这个最新的情况啊，呃，这是六月四号没有爆炸以前啊，是从这儿排水的，看见这个桥呢还完整的啊，上面可以走人。这个呢就爆炸以后，所以第一个爆炸点很可能就是在这个位置啊，在这个位置。如果桥被炸断了，那很可能就不是机房里在爆炸，而是外来的这个炸弹啊。 呃形形成的这种破坏，这很显而易见的啊，这个跟机房没关系，因为现在乌克兰说的是呃俄军在机房里放了炸弹，那么俄军是是外来的导弹袭击啊，现在到底是谁？我们先看证据啊，我们不做结论，让大家啊来看这个证据啊是怎么回事。另外我们看这个爆炸前后的对比啊，这是爆炸以前正常啊正常就这样一个水平啊，这这是下游啊，这是水库，爆炸以后现在啊六月六号你看。 全完蛋了啊！全坍塌了啊！全坍塌了、啊，全,全完蛋了。但很明显是，这是最少有三个爆炸的地方啊。那么这就不可能是一个机房啊。这么我们只是完全技术分析啊。六月六号，我们再一看同一地区，这是六月五号没有炸以前的情况，这是六月六号炸完了啊。你看水都往下面走啊，形成这个呃现在这个状态。另外水的对下游的影响，在水库没有炸以前啊。 这下游的河呢，啊，水呢都是细细的，按照规定的渠道流。炸了以后呢，你会发现，河呢基本上是向南边蔓延，南面也就是我说的左岸。 左岸就是俄罗斯的控制地区啊，俄军控制地区，所以俄军在左岸做的工事全部被摧毁，埋的地雷全给吹飘飘走了，包括啊北岸的地雷也都飘走，因为两边都埋地雷，都害怕对面进攻啊，所以呢两边的地雷都飘的找不到了啊，现在不知道地雷在哪，所以这个地方非常危险。长时间啊，我们再看这个大坝呢，对附近的这五个地区有很大的影响，这五个地区。 啊，这四个全部是俄军控制的，只有啊赫尔松这个三角区这个地方呢是这个乌军控制的。我们看看这地方啊，第一个我们看由北由上往下走，第一个在没有炸以前，这里还有个啊大的呃、啊、船坞啊这个码头，现在炸完以后啊，这个小镇子旁边的码头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淹了啊，叫水龙王给拿走了。 呃，我们再看这儿还有个粮仓，看见没有？原来岸边有个粮仓啊，就放粮食的。大家啊、呃，这个乌克兰的小麦特别多，现在麦子都去做豆芽了啊，全泡了。麦子泡了可就不能吃，也不能做啊种子了，这是巨大的损失。我们再看下一个镇子啊，镇子没有烟以前啊，有房子有地啊，整整齐齐。 淹了以后没有房子没有地，只有水啊！这是淹了以后。注意啊，这都是俄军控制的村子啊，俄军控制的村子。我们再看这个俄军也是俄军控制，在没有啊炸坝以前有房子有地，炸完以后既没地也没房子，只有水啊。这个俄军控制村子啊也全完蛋了。还有一个啊，就下游的一个镇子也是俄罗斯控制的。 啊，在六月五号的情况啊，大家看有房子有地，然后六月七号没有房子没有地啊，这人们要想活就得爬到房顶上，所以俄罗斯控制区域的损失非常大。到目前为止，我们再看，这是乌克兰控制的地区，这就是赫尔松的那个三角洲啊，赫尔松的三角洲啊，这看见这赫尔松，这是赫尔松那个城市啊，你看多热闹，这个地方啊，在这是啊。 这个河的阻碍，这面是俄军的。现在三角洲已经完全没有，因此大家就注意到啊，乌克兰的总统跑到这个城市来啊慰问灾情啊，因为什么？因为这三角洲都给淹了啊。但是现在受损最啊，这这五个地区呢，这个地方呢人口最多一点啊，大一点。但是前面几个情况呢都是俄军控制的，这个是乌军控制的。那么我们再看看赫尔松的主要港口啊，在没有淹以前，你看。 这多干干净净的，淹完以后啊，整个都是歪七八斜的，也不知道这个啊人怎么能够在这儿生存下去，已经成了重要的灾区了。那么我们再看啊，赫尔松沿岸的啊这个第一个城市，这个城市没有淹以前啊，干干净净，非常漂亮。淹了以后啊，你看什么都看不出来了，啊，现在迫使一一万七千多人撤退。这个是水库啊，很多人这是水库。 这是核电站，核电站的冷碎冷却池呢，跟这个水库没有直接连着啊，所以目前核电站还没有危险。那么，另外是核电站的这个啊水电站受损以前，上下游看呢，我们看到情况呢啊，区别不是很大。我们看了这么多，结论是什么呢？我们再看。 一种结论是可能是俄军干的，为什么呢？因为俄军刚拿下巴赫穆特，现在要保护这个阵地，就不希望从南面有兵力来攻击它，所以炸毁大坝。还有一种观点呢，是乌克兰，为什么呢？乌克兰要拿回巴赫穆特啊，顿涅茨克要从这面进攻，也害怕俄军从南面进攻，于是炸毁大坝。这有两种解释的主要的原因。但是关于大坝的问题，我们在去年。 啊，去年同样一节目，十月二十八号，我们做了个详细的报道。当时外媒都在报道普京要计划炸毁大坝，然后我们把大坝炸毁以后的情况做了分析。如果洪水提高到十米到十四米的话呢，就是赫尔松的机场不受影响，而整个。 整个这个南岸，也就是左岸的全部受影响，而这个地区呢，恰恰是俄罗斯控制的地区，所以呢，当时我们分析啊，俄罗斯炸大坝的可能性不太大。注意啊，这是去年十月份我们的分析。那么这回是谁炸的呢？另外，这回炸还有一个对俄罗斯一个影响，就断了它的淡水对克里米亚的供应。 啊，克里米亚半岛的淡水呢，全部来自于这个水坝，而这个水坝当年修建的时候，也是要解决克里米亚用淡水的呃这个原因啊，这是当时修的原因。另外呢，它的这个阵地，大家看这个红点，全是俄军在这个这面修的阵地，而这个水来了以后，这就是他修的阵地啊，修的阵地很复杂的阵地，但这么复杂的阵地，这个炸了坝以后，看见没有这些红颜色？ 这些都是阵地，俄军阵地啊！现在呢都被水淹了，所以呢，俄军在这个岸边修的阵地全部完蛋。那么结论是什么？广告回来告诉大家。 聽我给大家讲结论啊，结论非常好解答。就我们说的，谁从这个事件中获益，谁就是这个事件的制造者。我们看看谁能获益啊？我们先说，啊，第一个获益，如果假设是乌克兰的话，他有什么好处？第一个，防止俄军过河，这样集中力量做北部的反攻，啊，而且他说现在反攻并没有开始啊。第二个。 切断克里米亚的淡水来源。第三个，他的说法是，这个大坝是俄军在机房里埋炸弹啊炸掉的。但是也有人说，现场看到了很多的火光。如果是火光的话，一定不是内部爆炸，而是外部爆炸。外部爆炸可能就是导弹袭击。 啊，导弹袭击有这个能力的，有人说是可能是美国啊，啊，美国也扯进来了。我们现在先不说美国，就是说有这个能力的呢，只有比乌克兰更厉害的国家。但乌克兰基本上是用美国的资源在打仗。我们再看还有什么好处呢？因为扎布罗热核电站在俄军控制手中啊，所以可以制造扎布罗热核电站的危机。另外，利用空间换时间，因为现在的乌军的损失太多了啊，因为反攻要消耗更多的人力。 等待啊，西方的战机。最有趣的是，美国没有明确表态。美国啊，就是一般像这种情况，美国会大力的谴责俄罗斯。但是美国的发言人就模棱两可，哎，这肯定是俄罗斯做的，呃，我们也不清楚啊，就是模模糊糊啊。包括美国总统也是模模糊,糊，这是非常罕见的现象。但是美国白宫的有关啊，就那个科比说了啊，以后我们不管了，乌克兰军队打的俄罗斯境内，我们也不管了。原来我们管太多了。 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啊！我们看俄军有什么好处？俄罗斯第一个缓和南部的压力，第二破坏乌克兰的基础设施，第三破坏乌克兰的农业，最后一个是建立停战缓冲带。但是通过我们上一趴看到的那些所有的证据呢，这个炸坝对双方伤害特别大，而且对俄罗斯自己伤害也特别大啊！对它的军事成果伤害特别大。为什么会这样？ 那俄罗斯的可能性如果没有，那乌克兰乌克兰更没有。那谁呢？第三方，第三方的动机是什么呢？希望这个战争继续打下去。美国已经说了，哎，乌军打到俄罗斯境内以后，我们也不管了。那美国人说话，他说是乌克兰，啊，是这个俄罗斯弄的，你信吗？我们再看一个美国最新的情况啊，现在北溪事件，大家记得那两个管道的事儿吗？被炸。 到底谁炸的？现在出了最新的报告啊！报道说，美国三个月前就知道了，而且在现场发现了美国军人专用的潜水靴啊，美国海军专用的潜水靴，现场发现的。而且现在美国媒体又说这是乌克兰干的，急得乌克兰的总统昨天站出来说，百分之百的不是乌克兰干的，我知都不知道这件事儿。而且最奇怪的是，报道说德国在做这件事情前也知道。 注意，德国也是受害方啊，所以对于这么多的报道，你更相信哪个呢？一定最简单的道理，谁会受益？如果俄乌战争继续冲突下去，那只有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受益啊，啊就不喜欢俄罗斯，甚至不喜欢乌克兰的那些人会受益。我们所以中国是不受益，中国就坚决呼吁和平。而且我们还发现个新情况啊，就我们的公司发现美国的一架无人机在黑海活动。 而且它黑海活动的一般规律是这样，看我的线，它是东西向的来回飞。你发现几个箭头没有？它突然出现几个朝北飞的箭头啊？干什么？大家看，那个大坝就在这个位置，跟这个大坝有没有关系？大家想一想啊。还有一个是俄罗斯的一个民用的测绘公司的飞机开始测绘活动，看见吗？在这兒来回的测绘，民用测绘。 也被我们的卫星公司给发现，那这个是什么地方呢？这是个边境线，这是爱沙尼亚和俄罗斯的边境线。大家知道吗？这两天北约要在德国举行一个二百多架军机的军演，而其中他们有个飞行任务就是到爱沙尼亚，啊，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呢？我们现在还发现俄罗斯啊在白俄罗斯部署新的防御工艺，是而在。 距离乌克兰的边境只有二十公里啊！这就是防御工事，我们把它放大了啊，放大看到的这些啊步兵的工事，这还有防坦克的一些啊障碍物。那么有人说，这是什么意思啊？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修了工事，俄军又在爱沙尼亚附近啊民不民用设施啊民用的在这挣扎，在干什么呢？ 这就是担心啊，可能战火要进一步的扩大，有可能北约主动出手。那么主动出手，注意啊，你作为军事人员、特殊人员，不要随便到大家大街上穿着个奇怪的衣服就照相，一照相出事儿了啊！你看谁出事儿呢？乌克兰的国防部长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张相片。 结果人家从他的下面的背景发现，他所处在的位置原来是个军事基地，而这个军事基地放了好多的英国提供的巡航导弹。于是俄军轰炸，把这个军事基地的这些啊巡航导弹，英国提供的全部给炸毁了。所以他的反攻有问题嘛？为什么现在反攻？他不想反攻，他的。 这个粮草没有准备好，弹药没有准备好，就是因为乱照相。上街不能乱照相啊，不管到哪都要注意这个问题。除了欧洲以外，我们再看看中国啊，我们回到亚洲来，亚洲看看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美军的啊这个情况，什么情况呢？台湾海峡掰手腕，印尼海湾手拉手啊，这是怎么回事呢？大家知道啊，前段我们的这艘军舰啊，苏州号。 啊，苏州不是因为经济 GDP 出名，是因为“苏州号”的军舰出名了啊！出什么名呢？我们的卫星图在上个星期给大家介绍过，五月二十九号啊，我们发现啊，有两艘啊军舰，一艘美国的，一艘加拿大的啊，在我们的南海活动。南海活动完了以后啊，从这个菲律宾旁边就准备啊回到太平洋啊，结果他走了半路，一看到旁边没有人管我们。 干脆掉头回来干什么？挑衅一下中国，我走向台湾海峡，多坏！他哪知道，那有解放军站岗呢？谁呢？苏州号，我们的他是从这个地方本来是要进啊太平洋，结果又悄悄给调回来，调回来就想走台湾海海峡挑衅一下我们，结果这儿有我们的解放军的苏州号在这执勤。 我们先从它的左船舷上来切了个头，一切头，它紧急降速啊，它的速度很快的从二十多节降到十节，然后我们的军舰呢，苏州号从右船舷看他只减速，没有改变航向，然后干脆横刀立马站在这儿啊，别走了，我从右船舷又掉过头来，然后这个军舰一看没办法，灰溜溜的逃跑了啊，这就是这个。 著名的这个行动，这就是这个行动呢，还是被美国自己啊披露出来的。我们看，这是在美国军舰上啊，有美国士兵照的像。前面这艘军舰就是我们的“苏州号”啊，而“苏州号”这个是个速度呢，有人测算出来大约是按三十节的速度走，所以是很快的啊。所以，因为我们很快，这个美国军舰呢，啊，他就给他赶快减速，不减速，我们讲过啊。 呃，左传旋，右传旋啊，左边是红灯，右边是绿灯，他看到绿灯，他都要减速啊，或者是往这个左边拐。那么他减速减减到十级啊，十节，这一艘军舰呢就更靠后了，就是加拿大的那艘军舰，他从后面照的啊，后面照的，这是看到啊，我们的军舰已经从美国军舰前面过去了。 但是因为它照得远呢，显得中国的军舰好像撞上了，不是啊，两个间隔还有一百多米啊，就我们的军舰在美国的军舰啊，一百多米前啊，这是两个视频传的很多。那么有人问了，一节是多少啊？啊，一节就是航海的速度啊，就是一小时走一海里。于是你又问我，哎，一海里是多少呢？啊，一海里很好记啊，两个概念，地球是个圆的，转一圈是三百六十度。 地球是个圆的，转一圈是四万公里。好了，我们这个三百六十度把它切出来一个度数，再分成六十份。为什么？一度是六十分组成的。那么一分它的周长啊，虽然是弧形的，我们把它拉开，拉开一分啊，这个周长的长度就是一千八百五十二米。一千八百五十二米啊，就是一海里。 那么，如果是一节呢，就是一小时走一海里。当时美军的军舰呢，减速到了啊，一小时啊，走十海里，就是十节。那它不能太慢啊，如果它低于四节话，会怎么样呢？低于四节，那天正好有浪啊，有点风浪。那么风浪四节，船船太慢就会被浪给吹翻了。所以美国不敢低于四节，又不敢高于十节。 别别扭扭的走了这么一趟啊，这都是我们这卫星公司的专业人员给我们讲的啊。好，我们再看看美国的两架飞机啊，一个是 R C 幺三五和 P A 八，P A 八是侦潜艇的啊，查潜艇的。两架侦察机跑到啊我们台湾的附近啊，在这儿捣乱啊。为什么捣乱？它是有它的目的地啊。还有发现美国有个 R C 幺三五啊，还有它的。 K C 幺三五两个电子侦察机在我们东海活动啊，在这个水域啊，东海。那么这是哪儿？这是日本啊，日本啊，琉球岛啊。我们老说琉球群岛啊，就这个地方啊，大家科普一下知识。另外，我们还盯着美国的里根号。大家知道里根号天天就在日本附近靠的晃悠。那么这回呢，它也是在日本的附近啊啊。我们这儿以啊，这是冲绳啊，也有人说这是琉球啊。我们琉球这块，它在这儿。 我们这儿呢也有这个，呃，相片。那刚才说的是掰手腕，我们现在说握手，在哪握手呢？雅加达附近这儿有个水域，这是雅加达啊，印尼。这儿的摩尼这儿有地震，于是各个部队啊出来联合军演，有谁呢？海军有中国、日本、巴西、印度、韩国、俄罗斯、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所以多国在海上又握手，跑到印尼来，所以中美关系是握手、掰手腕，还有一个对话。啊，对话是谁对话呢？说他们的布林肯很快又要来中国。好，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下周见。